3月31号是我们大张伟大老师的生日。中午，大张伟晒图发微博称：“哇塞，今儿是我脖子 day， BM48都打扮好，开生日会了哈。”图片中，大张伟捂嘴自拍，还有一张脖子上写着 day 的特写，又晒出一张穿着公主裙子卡车的女孩照，来代表自己的大蜜们是最能搞怪的大老师没错啦。何老师上线为大老师庆生，评论画风也是被带跑，脖子 day 快乐。粉丝也纷纷评论：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”大家都穿好红衣裳，打算和你一拜天地啦！生日快乐！芒果拉新闻祝大老师生日快乐呀！拜拜。